不必匆忙。莉安娜，偷跑出来，难不成是有外遇？咱们兄弟，怎么蒙德修女竟然曾经是盗宝团？后面还有野猪。两只野猪，被威胁了。别伤害他们，被威胁加勒索。一天做盗宝团，一辈子都是盗宝团，门都没有。你无耻！该去救他了吗？你做了错误的选择。超扩散弹，咻！确认安全距离，6308。藏起来吧。呀，还有真远。他竟然早就发现我们了吗？那么精啊！你也不用太沮丧。
中右我。辩证奇蒂安娜的故事。